来，来，无你嘛会醉啦。等下甲做伙上好。来，来第二个版本的来，水当当，来大米的蚵仔，做袂细讲的，互你做家庭哦。先生，找钱，找钱。唔免，两百三百，来开四百。四公唔免开四百，开三公，而且来三百块来，三百。等一下，小糕点来吧，一起抓对。那我们可以买这个。我爱被税包，谢谢阿大。不要这样子，我刚每天让你花很多钱，这样不好意思。小糕点的叫你们来领导，来挖菜来八个，八个几分？会使煮一顿的啊？哎，爸爸，我无，要食蚵仔会紧着哦，还无来耍。小明早，大家早。我过来啦，哈，趁时间。来，过来。哎，爸，黑大早安。阿伯，我那里关于肚条有人应哦。要不要这个？关于裤。对啊，带落去不要紧啦。哎，拢无啊。来，讲我的关于啊，一台斤五百来称量，这个就是附属商品，两斤。八块来，哦，这里，这里，插皮什么鸡，我抓鸡，这里，多拿。可是很奇怪，我们也有煮过哎，可是我们煮的时候就没有。来来来，你到底那用番薯的，我都加买几件。你若唔知，你要买唔买，提提来哪有好？后摆啊用番薯的，唔知早会做。没有宅配，我们只有现场购买。真的好，谢谢，谢谢，谢谢。你拿我这，阿叔阿姨把传进来，好不好？要咱开始切了，我跟你讲嘛，咱去切的物件要先开始了。一份哈，啊，关于肚条的存起来哈。要什么？啊，对了，大盒虾，大只的虾子。哦，来来，大只的虾子李三梅，好吧。那个有刺吗？有。那个？这个有刺吗？这没有刺啊，这除了是它那个旁边的骨头没有刺。乌啦乌鸡呀，乌鸡啊。不用怕刺，你如果怕刺来，我的菲力你一定要吃我的菲力，菲力就没有刺。来，要吃几人几分就好，我春天到你家买来一百块来。哎，猪皮瘦真好呀。这个煮味噌也可以干煎，很好吃。来几把来花香。好。那、啊、你拿剪出来，我就帮你拿。来，还有吗？哦，拿出菜来，边那拿出啊。来几把，几把，准最好。小文早，大家早。来，最后，最后来。最后一个有没有？老板娘先虾子的，先虾子的。我要给的，谢谢小璇的爱我。没有，来，就我上老板娘。送，来，蝴蝶干一件啊，你啊，无啦，搁大只来个啊，唔大个嘞。哦，迄卖完啦哦。来，请问谁？等下，你一箱吃袂完了。吃不完，那卖勉强哦，赶快来，一只、两只，搁加一只、三只、三只，来五百块。这个叫蝴蝶啊，就这尔，好食甲变变叫的蝴蝶啊。来，这两只三五结束，哦，蝴蝶啊，富贵鱼，用这个用吹非常好食 ，Q 的。三五，最后两只，你们餐厅吃一只都八八千里啊，我袂用的，有没有？富贵鱼超好食，唔八买过，一定爱食一届啊！来，这大只的虾仔来，这款虾仔好食吼，无啥物撇步呢，你就是莫甲浸水。哎，这乌心红脚大只的海虾，这么大只，这么大只，哦，这么大只的海虾，水强几分，半强或者几分钟，就自然就解冻哈，无浸水那边，老板娘死啊！两盒，来，我买我。两份，八盒。
八盒来，两千，好来 ，OK， 哎，两盒，那两千有五百的啦，啊，五百啦，也五百的，哦，那你啊，好，两盒五百，哎，啊，昨天说要什么，我忘记了呢，昨天说要干嘛？啊，对，啊，对，啊，在哪里？我看看好不好？你要几种啊？你要几千个？来，想吃虾子的，好。这一只啊，这个多少？要一组，哎，麻烦那个两千。没有中的，哎，中的，对，两千二。你要跟这个，你要这个。哎，对了，刚才你上这个，2200啦。你进过吗？两个550啦。我要进了。这个，这个，不要进，别。550，550。来，两阿伯阿公，两阿伯阿公。这个是中的。来，一盒的1100，给我一个两盒的。来两盒550块。你帮我两盒好不好？好，来再给我两盒。这虾啊大只，搁甜搁好吃。虾啊甜啦，你会记的，莫甲浸水太冰啦，用呛水的啦。来，无啊，剩最后两个来宾，来分成50块，拿50，好，够几箱？550，餐厅烫一盒这大只，800块，每天开遐侪钱啦，俭俭啊开，是几卖？啊，若有钱，即卖还我去换黄金吗？换黄金的增值，来，我3秒来，2秒来，1秒来，收。阿伯，你迄个三百银存偌济？你好那你看你们拿出最后一个来宾回家拿到家最出来最快的就好好好来啊出家这不这是这块的好这是这票讲到你够不韩秋蜜小姐，你可以帮我签名一下吗？来，沙尘起来，沙尘盖，拍垮了，竞争爆垮。看你想签到哪都可以。啊，签小辣椒哎、欸，没有，你都可以，反正你都是看你。这样那边让他签。还有没有残障啊？他的根是。对啊，他保不。我做久无做福建啦，我讲福建那种嘛无赢。有啦。要签吗？就签，就看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大头家。没有写杨秋蜜，这个在干嘛啦？什么写本名？啊，无写三八啦，三八啦会哦，写三八啦会卖晒啊。你无来拍照那有哈？你要吗？你去拍。哎呦，这有水啦！来，开始拍卖，来，一元起标。来，谢谢你。他专程来的，他昨天就跟我讲。好，我知道。好，哎、谢谢你。哦，我这漂亮的小姐，我这三生有幸啊！你要跟他干掉、哦。三生有幸啊！要跟他干掉一下。对，拍谁啊？这挺搞笑。谢谢。三生有幸，红雨有。王谢谢月下老人爱我。来，请问桂云飞利是哪位？小平，请问。来，有没有吃过我的鲑鱼肥力、啊？那个阿大，你都去哪里出差？这个智利鲑鱼是非常好吃，而且没有碰撞、没有受伤的鲑鱼。出差一次抓那么久、哦？ A 级菲力啊，所以你下次出差之后不要很久才可以看到你了。一台斤400，一件4000。老板，一整件吃得完吗？有没有人要买一？美男子早啊，谢谢美男子爱我跟玫瑰花。今天我到4000，绝对爱。我一箱干净给的3000倍。来，卖光才4000，开3500，开3000，3000你别着还阁扣着，小辣椒不二价2800，丰城大哥早，500块一斤，十台斤。大家早安，古摩尼，哦嗨哟，安尼还行哟。老板娘，吃不完，那么来，你这里要，那边要，如果一半可以吗？可以。1250，我帮你们分，来，再起来抬一下光。这个、哦、做生意童叟无欺的，哦，大家拢真公平，而且嘛真公开。像这个有事吗？这一件就是十台斤，对，完全没有。差不多，来，这块过来，来这，你来讲一半，来1250。
一个去有一个卖场有在卖这个，如果你看到你不要吓一跳。来，给我一半。可能这么贵。哎，那边呢？来，进后面还有。OK， 来，再见。来，你坐你来。还有人做鲑鱼吗？这做鲑鱼，你等你搞用出来一锅嘛，好吃到不行。好。做对白它呢，北边，因为它有油脂，这个是顶级 A 级菲力。前面两个啊。OK， 来。好。这比你去买贵片的买贵只，还更加俗，但是伊的品质上盖关。顶级菲力吼，过来。来，前面二。前面还有一个啊。这种我给你配掉的啊。好，来1250。谢谢580的玫瑰花。要烤肉，因为我们也要去。咱的鱼也卖不完哦，恁先帮我卖，我要跟伊来去烤肉。来，刀啊，伫对，刀子。我今天你请假，你要去烤肉啊？没关系啊，他来不及的啊，薛红叶，你不要担心。喂，我要来去。他来不及。他来不及，他来不及。他来不及。那你跟那个勇士有跟你拿东西的吗？我不知道呢。他要不要买大蛤蟆三份，然后买贡丸，哦，对啊，在讲。来，前面还有一个，佩珍前面还有一个。来，一二五，谢谢老许的爱我。这只鲑鱼类，这只感情就不紧，还在准备。好，来1250来一半，有无？一半够一半，哦，买1250。啊，再来啦。没吃过我的鲑鱼菲力，今日无采工来徛到这个大头，我讲一句话一点仔都无碰哦。你去买 B 级的碰撞的都这个价钱了，我这个 A 级完全是公司的公司会。谢谢 L 大的棒球帽跟玫瑰花。没吃过的，今天一样让你尝鲜。好好，可以到处出差，然后就可以到处出去玩。有保利龙，老板娘，你可以买5箱6箱都可以，还帮你打冰，只是没有帮你配送而已。好，来，你不要紧张，你的东西全部等一下我给你拿到后面一起帮你整理。好，一样，好，那等一下。可是你那个鱼先拿一些冰去盖，要不然会坏掉。这种夏天，那个鱿鱼不能闷。那你看看对吧？好，我赶紧修改。谢谢。我一共可以先拿。来，先放到那边盖，先盖黑了。来，5位来宾来尝鲜价。啊，对，一盘1250，1箱2500。我来批发价来，吃个欢喜一份啊，500来，500块。我们没有宅配哦，可是我们留货可以留一箱的，你可以留一箱。你去卖场可以有空去看，一定会看到这个一样真空，这样子多少？没有宅配哦，我们都只有现场购买。买整箱的，我爸来，画箱3票、2票、7票，我来修。这个比你买哦切片的还便宜，真的还便宜。永真的永吹主会真当被笑，对，1箱2500。他不会闪开。好，这500给你，来，再给我一个。好，来。哎呦，我给你看戏耶，哇。再来1位，来，我爸。3票2票5号，谢谢。对，要来现场取货，对。再来，你们要吃什么？点菜，动作快。没有泡鱿鱼。那个鱿鱼花，对。鱿鱼花过来。哎，鱿鱼花、虾仁，你们炒的，你一斤的呀？你们一斤的来。大的只剩下最后一包，凤梨虾球专用，最大的5大斤，1000条，最后一包，1000块，谁要吃虾仁？哦，这炒饭炒米和羊羹，全台湾发货最大的就是这间。
一千没有来，我老板加一半啦，我叫两个来宾，500块一个手。如果没有，我就不浪费时间。双双有福州碗，你要一包吗？花章我一起卖，只有一件。来，老板，2包500。这是草虾，这是白虾，物件无共，生意真唔食，肯定冻吼。2包500块。炒虾仁，炒饭炒面非常 Q， 非常脆，好吃。有没有？没有。1、2、3、4，4位来宾，一人买一包试吃，250块。第二个。你要不3秒2秒来不来修一包呀、啊、你要几包妹妹来、哦、一包来二五来后面一位来你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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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边对来最后没炒虾仁今天就只有这些而已这个我直接跟贸易商合作了20年了好好来你那个非常有心意你是要留一包吗因为如果你没有留的话，我怕你等一下到了你就没有，你就没有了。你是要留一包吗？一包福州碗吗？鱿鱼花，请问谁点菜？两包。被归分，来两包。这里呀、啊。没关系，等等。哦。来200块的人，请说话。两包。因为那个帅帅，我们那个福州碗没有很多啊。如果你不留的话，我怕你等下到了就没有了。200块动作一定要快啊！200。来。来两包，左边呢、啊？前面给的没？啊，前面。来，鱿鱼花剩下最后两位来宾，喜欢的请你动作快哈、啊，右边。来。来，最后一个来宾。我知道了。郑财长，大家早。这里的人底下卖人丢丢。哦，好，那你要赶快过来哦，哈。因为我存钱，你要存钱，你要来，我公布你小小个妹妹的。好来，三位来宾100块哦，好香，来，谁三个你卖三百二？我知，我尽量卖啊，因为我不要囡仔上，囡仔。100块来，好香，从最后两个，100块。啊，100块结束了啊，刘鱼花结束了，100块，刘鱼花没有，好，谢谢。来，这个送给我们那个粉丝，来。不好意思，谢谢。不会。蛤蟆哦，中蛤蟆大蛤，中的来，中的来，大蛤蟆。啊，要吃大蛤蟆，紧的存钱，你要存钱，你要一台斤百五啦，开500、300，要吃来200块来，来200块，蛤蟆用刷，啊用迄个盐土，来多刷，来200来，存最后两个来宾。你不是讲无啊？好，无法度，无法度。来，进就好，进就好了，进就好。好，来，剩下这些最后来，三位来宾结束。来，请问一个。来，请问拿了这个拿来。啊，这哈。好来，存两个，要吃进就好。这热天餐的汤头就好。来，我跟你讲，来。没有了，这里没有了。给我。谁要的？这个阿妈要的。阿姐，这卖2块啦，这送阿姐啦，哎呀！哎，在这里。安内哦，安内啦，喂啦，搞翻那久啊，连刚都反抽奖啊，我你来报菜啦。来，中汉要吃，来，一包来，紧，赶快倒出来，来100块。多少？两个的，好，好。再一个。中汉倒出来哦。还透刷，刚刚还嚼完，还透刷，你回去不是冷冰？冷藏就好了嘛，要冷藏就好，不能冷冻。不完再冷藏。来一包，来100块，两三小时啊。100块还有谁？还有没有蛤蟆？来100块，这两个贼够用了。有，小姐没有生的。
哎、欸，有我，你要你去卖了吗？还没，等一下我跟他讲。啊，一百块的吧。还有还有，剩这些而已嘛哈。来来来，几包包？蛤蟆来几包？爱透酸，三得来，三秒，嘘，三秒冷料几秒？有没有？没有来，谢谢。啊不，就有带。